大家好，我是张宏，唐诗是最美好的文字，等我们一起读唐诗。今天我们分享一首送别诗，送杜少府之任竹州。城阙辅三巡，凤雁望五津，与君离别意，同是云游人。海内全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无谓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。王勃生活在约650年至676年之间，是古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。他出身儒学世家，幼年时就非常的聪慧，六岁时就能作诗，而且诗文构思巧妙，词情英迈。九岁时，王勃读颜师古著的《汉书》后，赞咗《子瑕十卷》，指出颜师古的著作错误之处，预言咗王勃早年就博学多才。666年，王勃应试及第，成为朝廷最年少的命官。他才思泉涌，不断生花，赞乾元殿众，歌功颂德，文章以丽。唐高宗惊叹不已，奇才，奇才，我大唐的奇才。从此，王勃闻名大振，与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，并推为首位。少府是唐朝对县尉的通称，一位杜姓少府将要去到四川去做官。王勃在长安相送，临别时写下了这一首送别诗：城阙辅三巡，凤雁望五津。阙是皇宫前面的望楼，城阙代指长安城，三巡指长安附近的关中一带。宏伟的长安城由三巡之地拱围，透过那风云烟雾遥望着五津。五津指闽江的五个渡口：白华津、万里津、干首津、接头津、江南津。这里泛指川蜀之地。首联点明了送别之处和友人将要去的地方。诗人身在长安，连三巡之地亦难以一眼望尽，原系千里之外的五津根本就无法望到。咁佢用想象的眼睛看世界吗？超越常人的视力所及，展开壮阔的境界。与君离别意，同是云游人。彼此离别的意味如何？为求官漂流在外的人，离乡别井已有一床别墅。彼此在客居中的话别，又多了一重别墅。海内全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只要同在四海之内，就是天涯海角，亦如同近在邻居一样。境界又从狭小转为宏大，情调则从凄恻转为豪迈。我们的友谊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，是永恒的，无所不在的。所抒发的情感是乐观豁达的。这两句因此成为朋友之间表达深情厚谊的不朽名句。紧接前两句与极高尽处，忽然又落入舒缓。无谓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。在这个即将分手的分叉路口，不要跟青年男女一样为离别泪湿衣襟啊！为免有人要心胸豁达坦然面对，全诗离情别意和真挚友情，具深刻的哲理，开阔的意境，高昂的格调，不愧为送别诗中的上品。
但才子王勃最著名的都是那篇《滕王阁序》。邓国富诗写景抒怀，乃文人雅怀。山水与文学相得益彰，不乏实力。但像《滕王阁序》咁样嘅经典就唔多见噃。据说王勃到咗南昌时，正好赶上都督严伯瑜嘅宴会。王勃一气呵成《滕王阁序》，最后先写咗一首诗《滕王阁》，但系佢写到最后一句空咗一个字，冇写，只留下“鉴外长江空隔词流”，然后将文稿呈上就走咗啦。在座嘅人睇到呢度，开始猜测空咗嘅字究竟系咩字呢？有人估系水字，有人估系毒字。严都督觉得都唔啱，于是有啲派人去追王勃，请佢补偿。讲到驿馆，王勃嘅随从对来人就话：我家主人吩咐咗啦，一字千金，唔可以再随便写啦。严都督知道咗之后，连忙包咗千两银子，亲自率文人们嚟见王勃，等请佢解开谜底。王勃故作惊讶咁问：诶，我唔系将字写完啦咩？大家都话：诶，嗰、那个唔系有个空咩？王勃话：啱啊，就系、是、个空字啦。鉴外长江空自流啊！这个时候，众人恍然大悟。成阙苦三秦，逢筵忘五樽。与君离别意，同是宦游人。海内全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无谓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。